保罗的平行世界一语道破。警员偷吃人妻，分局内偷情，正巧被前来投案的贼老公撞见，请问最适合描述当时状况的一句话是：一，人妻，这就是你作恶多端，我代为接受的惩罚。二，警员，让你也尝尝被偷的滋味，看下次还敢不敢。三，老公，感谢您替我找到老婆，这样我就放心入狱了。四，警员，不这样做怎么抓得到你。五，老公，等你忙完我再来，顺便向家人道别。六，老公，感谢你尽力，但我还是自首比较心安。七，警员，请你放心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。八，人妻，你来干嘛？不是告诉你由我摆平吗？